大家好，我是李医生。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脚部出现了这四种异样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一些疾病到来的信号。第一就是脚肿，脚肿是一个常见的症状，可能与很多种疾病都有关系。最常见的原因包括心衰的发作、肾脏疾病、肝脏疾病，还有血管疾病等等。当血液回流受阻，或者是血液当中胶质的渗透压降低，白蛋白合成减少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脚肿的情况。另外就是脚麻。很多糖尿病的患者，他都会经历过双脚麻木的症状，这可能是由于糖尿病损害了周围神经所引起的。除了糖尿病，脚麻还有可能是中风的信号，尤其是毫无征兆的一侧脚麻，并且一侧的肢体乏力，很有可能是中风的征兆。此外，脚麻还可能和一些脊髓型的颈椎病有关系，患者往往伴随有手脚麻木、无力、行走不稳这种情况。第三个是脚痛，脚痛是一种常见的疼痛症状。其中痛风的患者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脚痛，尤其是大拇指的关节痛。除了痛风，足底筋膜炎、止痛症也会引起脚底痛，建议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，早期治疗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。还有就是脚凉，对于那些患有像贫血或者心脏衰弱的人来说，由于供血不足，他们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。此外，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导致体温的调节不佳，进而引起手脚冰凉的现象。如果说发现自己同时出现了脚凉和间歇性的跛行的情况，那也有可能是动脉的硬化闭塞症有关系，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并且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相应的治疗，以保证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我今天的健康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